们整个展览呢，面积960平，我们展区的展品呢196件，从3个单元、3个维度来展开论述我们这个弥勒文化。涉及的参展单位比较多，故宫博物院、首都博物馆，还有这个南京道光寺遗址博物馆，还有山西博物院，26家参展单位，它的形式设计比较新颖。你像我们这个裸野 3D 的视频，还有背后的那个沉浸式体验空间，来讲述弥勒文化在宁波，然后生根，在中国开花，然后在世界传播这么一个过程。